拜仁球星里贝里在接受法国足球采访时评价了金球奖的评选机制，他认为自己没有赢得2013年的金球奖是不公平的。里贝里说道，当时想拿金球奖很难，对我来说当时甚至有些难以理解，要知道那赛季我和球队赢得了所有冠军，不可能再做。